小林安安的。你是去凶战的吧？我只是想安安静静过日子，错了吗？你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吗？不是每个人笑都是在笑你，欣赏你也会对你笑。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不要再当逃避的胆小鬼了。算了吧，我的人生就交给你决定了。如果投得进，我就进去；如果投不进，我就不进。我想当网红。安安的特色就是。